弟弟龙，我弟弟龙，我弟弟龙。你弟弟很长，下来的，你直接这样出来。干大树，干大的，干大的，干大树，干大的，干大的，干大树，干大的。请你睁睁睁大眼睛仔细看看，我是柯文哲了，所有垃圾都是心软。我是潮汐品，你是个丑八怪。很帅耶，帅哇！便当，老师外套送我，把我下课送我，我的金项链，金项链不错。这个那不行，这个是自己的，几家链，翡翠，几家链，传家宝，翡翠白痴哦，翡翠，有被人收吗？收吗？没事吧？不要那么快嘻哈起来。对对对，这个算是一个 diss 的，对对对。那今天来这边呢，算是一个代班导师的。一个角色，来，那我们呢？我们的作为一个导师，就首先呢，先来点个名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嘻哈点，嘻哈点，那就是我来先看这个好帅同学，又你看得出来？没有，看得出来哦。来了，直接示范起来。当年我在林森北路的舞步，那个时候应该算是也是嘻哈正开始在发展，始祖。对对对，下面一位是我们的很愁，哟，我是 AKA 很愁，很愁，呸，这个是，钞票，哦，钞票，哦。千金沙，哟，老师，你知道老师知道吗？我跟你其实长得蛮像的，真的吗？你有觉得吗？你有发现吗？没有吧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你比较黑，我比较白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只差这个，而且唱歌的部分也是有共同的。要脸有吗？你看，哪里？我弟弟龙，我弟弟龙，我弟弟龙。好，你说。什么？对，我弟弟龙，我弟弟龙。哦，就是身高也差不多。然后就你弟弟很长，下来也差不多，你直接这样出来，所以有像吗？你搞得老师很尴尬了，不开心吗？尴尬，很难，不开心哦，不太好意思在这边证明，对吧？哦，好了，大概让大家体会一下。蹦蹦的鬼，蹦蹦的吹啥？蹦蹦的鬼，蹦蹦的吹啊！一阵叫囡仔看人亲妈，无同的清茶，无同生活，心内感觉当日歹，嘴巴讲假做当日嗨，啥无这多痴爱，看袂清清像镜头的海。你叫恁是海边仔的高手，伫咧眠床的寒人的时阵，讲过去，讲未来，讲悲伤，讲快乐，讲笑话，讲情话，是基本，是风景，是烟火，是希望，是历史。这个婚是咱夫妻。的青春，阮是酒苦，是流浪，是受伤，是喜欢，予人感觉气困。但一个呢，无情的话，往事在个，看你的眼神的故事，眼神的故事，眼神美丽。我要面对，面对这条歌，面对这杯酒，一杯饮好干，来个回首。你的环境里有你的欢迎，你的环境里有你的欢迎。好帅哦！其实 Auto Tune 它就是以前最早是那个用来修这个音准，后来发现说这个东西你把它的一些数值的量开到很大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一种效果。哎，那我们今天刚好有那千金沙，你一定要买一台，对，太适合你了，就以后可以好好唱瓶颈，就瓶颈间的，不会煎熬。听起来的感觉大概是哦。耶，国光帮帮忙，就是好厉害哦！听起来这种高级的，好有层次的声音，好玩的。它就是你只要设定一个调，那你怎么唱，它就会在那个调里面。哇塞！所以基本上是不会
走音的。哦，例如假如我是 G 调，设定 G 调，它就是一直你不管怎么唱，你就不会 G 调。对，完全不会 G 调。哦，不会 G 调。我也想试试看不会 G 调的 G 调。好，来，Let's go, Let's go。要尝试吗？要准备一下给 G 哦。那我就有带，但是没有。哎呦，好顺啊！你谁去进入呀？进去啊！这公会像庙会，公庙理事长，公庙，公庙理事长，理事长，理事长，你准备去挂衣哦？你瞬间公了，什么？瞬间公了，哦耶！你开什么记者会哦？我好了，你看得到前面吗？耶，可以。还要直升机来哦。直升机啊！打小孩，干大事，干大事。其他人都在睡，我们来的地方每个兄弟都想上位。这波嘻哈还不嘻哈，太像傻子气。高中还没毕业，我就学会说嘴硬。眼神干大事的笑脸，当兵富二代争气。没有孩子，吉他只抽中指，不拉丝。平起肩。大きなのぼり。老师，老师，我做跳舞可以跳吗？跳舞是可以做的吗？跳不回来，没办法跳了。跳不回来，跑太多了啦。老师带来机器被你弄坏了。这个听说我们好帅同学，帅同学，帅同学，既然说是哇，老大，老大，代表。好帅同学真的是会唱，哇！那个无影说有，刚刚是会唱，现在是敢唱的。不要脸的，你好毒！无影这个自创曲，对我想挑战一下，因为前阵子我对一个节目蛮有兴趣的，叫《大嘻哈时代》。哎呦，好节目哎，好节目，哇，这个节目好厉害，而且一定很好看哎。对对对对对，很棒的一个节目。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，哎，好像我自己本身有在听一些嘻哈歌曲，好像有点兴趣，就试着自己做看看，就做了一创作这样。哎呦哎呦，老师，你创作派的吗？我可以表演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，让我表演。耶！哦哦，好听。呼，还没开始唱，还没开始唱。耶！呼，
这次无影的初体验，听到你有没有经验？我是个嘻哈外行人，没有任何的经验，但每次表演的内容绝对认真的经验，歌词的编排就像地图上的经纬，就用这首开启我的嘻哈元年。别看我牙一腼腆，笑我长得像鬼，不想去松懈，你可能就被我电。不怕碎嘴，怕没跨出这步，未来有你会后悔。昨天喝的啤酒是百威，喜欢吃东西来塞百威，最爱喝无影配沙本威，模仿过的艺人有上百位，请你真真真大眼睛仔细看看，我是柯文哲啦，做了那些都心软，我是潮汐品，你这个丑八怪，饶舌加上魔法，我就想这样干。